我需要再靠近一点。这个诅咒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那我们是什么？ 银白十字军和暗刃骑士团正在攻打冰冠城塞的大门，并且准备对天谴军团展开大规模进攻。我们的任务比较低调一点，但同样的重要。随着巫妖王的注意力被吸往前门，我们要先从旁侧击来收集情报，这样可以让我们一劳永逸地击败巫妖王。我们斥候回报说，巫妖王有一间私人密室，在冰封王座之外。 深藏在一个名为倒影大厅的地方，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勇士们。我们会对这个诅咒之地造成一连串破坏，然后找出一条路进入倒影大厅。如果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必定在大厅之中。黑暗女王看着你，动作快！ 我需要目标。 我离得太远了，我需要再靠近一点。带动一个观众。 干得漂亮，勇士们！我们会在这些密室设立据点，我的法师很快会让天谴军团的传送装置恢复运作。等你准备好，就站进去迎接下一项任务吧。我会在另一边和你碰头。我没有时间陪你玩。
入侵者已经闯入了主人的领域，敲响警钟。哼，杂碎，甚至连在矿场当苦工都不够格，好好品味这最后一刻吧，因为很快的，你将会变成一具没有心智的不死生物。部落的士兵们，攻击！你最后的记忆将会是极端的痛苦。可悲的弱者！手下们，消灭那些闯入者！你必须要自己打出一条通路，穿过这个污秽之渊，释放你遇到的任何一个部落奴隶。在对抗提朗纽斯的战斗中，我需要他们的协助。我会召集援军，在矿场的另一边跟你会合。我们是被遗忘者，任何胆敢阻挡我们的人都得死。我没有时间陪你玩。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那我们是什么？这个诅咒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是被遗忘者，任何胆敢阻挡我们的人都得死。ザクザク。有事就说吧。祝你平安，朋友。力量与荣耀，愿风指引你的道路。什么事？说吧，朋友。释放你遇到的任何一个部落奴隶，在对抗提朗纽斯的战斗中，我需要他们的协助。我会召集援军，在矿场的另一边跟你会合。力量。这边，我们可以对天谴领主的位置发动突袭了。受到干扰，等等，艾克，请处理他。拜托，我什么都告诉你。为什么女妖之王要饶过你可悲的性命？你要找的东西就在主人的巢穴，但是你一定得摧毁提朗纽斯才有办法进去。在倒影大厅中，你会找到双之哀伤，他是真相所在。双之哀伤，巫妖王向来健不离身。如果你胆敢骗我，我发誓那是真的。拜托，别杀我！无用的小虫，死亡是你唯一的下场。不，不要！啊啊我会轻易让你进入我主的圣所，最适合叛徒的下场。来吧，我们一定要释放那些奴隶，看看阿萨斯的房间里有些什么。因为巫妖王已经派了一支不死大军归我指挥，看着吧，顽抗的小虫，你们到不了我主的巢穴。士兵们，毁灭他们！双牙，把他们困在通道里，活埋他们。
行者，你的干扰终到尽头。你听见了身后隧道中的金属与骨头敲击声吗？这就是你即将面对的死亡之声。英雄们，我们凭着最后一口气也会挡住那些不死生物，去对付天谴领主。多可笑的贱民骚动，等我解决你，我主之剑将会大啖你们的灵魂。死吧。不可能。双牙警告，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英勇的战士们，我欠你们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还有我们的自由。尽管这点回报相较于你的恩情只是轻如鸿毛，但我发誓，从今天以后，所有人都将明白你们的义举，以及你们斩断这座黑暗城塞中的阴影所带来的光明之道。今天不单是你们英勇的明证，更说明了没有敌人，就算是巫妖王本人也无法对抗卷起在我身后寻找掩蔽合作的联盟与部落，以及我以为他永远不会闭嘴，总算辛德拉狗杀让那个唠叨的笨蛋安静了。前往倒影大厅，勇士们，我们的目标靠近了，我可以感觉得到。我们是被遗忘者，任何胆敢阻挡我们的人都得死。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我不相信，双之哀伤就在我们眼前，无人守护，就像帝丁说的一样。来吧，英雄们！如果不是痛苦的奴仆，那我们是什么？如此靠近这把终结我性命之剑，那种痛苦仿佛再次浮现，我可不敢碰他。退后，在我试图跟剑沟通时退开。或许我们的救赎之道就在。小心点，女孩，我听说这把诅咒之剑曾经拯救过我们。瞧瞧你四周，看看双之哀伤带来了什么后果。乌瑟，光明使者乌瑟，怎么会？你们没有太多时间，巫妖王可以看到剑所看到的一切，他很快就会出现。巫妖王在这里，那么我将在今天完成我的宿命。你们无法击败巫妖王，在这里办不到，也不应该蠢到去尝试，他会杀死你们全部，然后把你们复活成天谴军团的强大士兵。而你也希望纳斯，他将给你最惨绝人寰的奖励。一定有什么方法。或许，但是要知道，世上永远都需要一个巫妖王。就算你们击倒了阿萨斯，另一个人就得取代他的位置。要是没有巫妖王的控制，天谴军团将会像蝗虫一般摧毁他们接触到的所有事物。谁能肩负如此重担？我不知道，女妖之王，我怀疑阿萨斯的一部分仍然存在于巫妖王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天谴军团一直没有灭绝艾泽拉斯。
最终打倒巫妖王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他被创造出来的地方毁灭他。冰封王座。是。他来了！你们做一定受其事。想跟死者沟通，你会达成你的愿望。法勒瑞克·迈尔温，结束之后把他们的尸体带到我的房间。如您所愿，大人。罗德隆的士兵们，起来回应你们主人的召唤。你不会这么容易从我手中逃掉，阿萨斯，我将会复仇。小孩，没有人能逃过主人的愤怒，你的死也没有差别。麦尔文，解决他们。我需要再靠近一点。太远了，我需要目标。你们在这里只能找到死亡。逃吧，跑去面对你的命运。他苦涩冰冷的拥抱正等着你。不配面对巫妖王。
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希瓦纳斯。这一次你们将无处可逃，你们全都要在死后服侍我。他太强大了，英雄们快点到我这里来，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里，我会尽可能的在我们逃走时把他困住。这个诅咒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无可逃，死亡的冰冷拥抱在等着你。没有强力可以困住女妖之王，拖住那些不死生物，英雄们，我会破除这道屏障。屈服于墓地的哭喊之下吧。屏障，撑下去，勇士们！我会粉碎这道冰墙。我离得太远了。我厌倦了这些游戏，阿萨斯，你的冰墙无法阻挡我。能支持多久？你无法阻止我们离去，恶魔！在我粉碎这道屏障前，别让不死生物靠近我！前面有个缺口，就是现在。天杀的死路，看来结局就是如此了。做好准备，英雄们，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背水一战。
无路可逃，你们现在是我的了。开火！开火！立刻上船，这片山壁可能随时都会崩塌。我们安全了，起码现在如此。他的力量比我们上一次交手时强上十倍，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消灭巫妖王，一支远超过部落动员能力的大军。是黑暗女王的勇士。